那肯定要用油，来放。没事的，放好了就不用。他没有发现他放好了。有渣了。杂是开始就有的。来气枪吹一下。吹一下没有？开始的那个，开始那个料没滚好，那个渣。来，再搞一个。下面看一下有没有垫起来渣。把抹点油，吹一下，那不是在里面吹。不是用嘴吹呀，哥，用气枪吹呀。刚刚就这样，刚刚他只要发热了，他就起渣，他没冷却嘛，现在没冷却。